抓不到防守篮板。右尾，一回似乎哦，辛巴后面这一下子把 T 就是给推倒在地，当然 T 就是也有一点点演戏的成分的，不过两个人确实是有肢体上的接触，确实有肢体上的接触，所以现在要看裁判怎么去认定。第一现场是宜辉跟 T Jones， 后面辛巴过去救将。我觉得当然太强，这个躲过动作是有点不必要了。那后面这个看起来比较像是田浩推的哦，应该是辛巴了哦，辛巴的右手，对，田浩是去拉住宜辉。田浩如果能推太强的话，那他真的是太上皇了，心脏够大。